伫做工课，吼、哦，开始。咱平安先生应该是三星的人。对，好在你看着这内蒙古水长流，信仰外面的源头，新鲜的空气，和咱人民的喘气，哦，沙石米、淡绿的水，产生体出文化土地趣味，安尼甲介绍家己的故乡哦。好，这是牛肉卷哦，这是秧苗，秧苗哦，插秧的秧苗哦，再来。哦，这是一个缘起哈，为着要纪念马街三教120周年，三星石教，伫义康2015年就是120周年啦哈，有遮个这个宣教的这个历程哈，我期待三星教会伫永川的在马街，这是宣教内底处女地最后一个脚步，就是到伫这个内底哈。我是记得评论是木造还是？木造的，木造的这翻的迄个哈，第一个。翻拍翻画起来，好，像你，再来下一张。好、哦，这群车湾是要做这個、有这個空地啦，吼、哦，大概113坪左右，吼、哦，两楼阿西建筑，啊，希望会通做电梯啊，外开，来通甲主体建筑改变做伙，吼、哦，可以做社区教育的这个用途，来扩充啊，有两款方面的这个方法啦，吼、哦。其实到八月吼，到这个月底。中会，予阮伫中会来募款的这个时间已经到，吼，已经到，已经一年，大概报告已经今年募103万，用进任何方法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哈。那我们400万才会开始动，哈。那工程款大概会800左右才会起来，七八百。现在三星的造价要700000，但是其他要募较济到1000亿。是因为会通甲主体结缘，啊，佮有一挂扩充内底，啊，当然，啊，无较济个水接落来，通成做软体即个部分的即个使用吼。无真悬，但是对上山的教会来讲，一定是真会到。哦，教会即阵起的时阵是1992年起的，850万，拢无欠半点钱吼，佮出150万做社区教育基金，这是过去历史1992年。吼、哦，啊，我期待的教会是一再吼、哦，一再滴转变吼。哦每一个时代拢有共款的欢喜甲突破，吼，这是阮的用意吼。过来，哦，社区教育的这个未来的功能吼，啊，无论是数，无论是团体式，还是些资料吼，啊，累积，吼，累积等等，啊，因为教会即有5年来一定全部拢是电子化，吼、啊，电子储存，无话侪吼。拜县政府支持吼，我们有迄个网站网络哈，个中央政府嘛有啦哈，超过138万点阅部落格，超过138万人次点阅，所以真侪遐这了解啊明白，我就讲互人看见三星哈，啊看见教会，啊看见上台教会去发展哈，好，以上以下。啊，即阵已经到安尼啊，这是顶礼拜，啊，269吧。我都不是恁的建筑真的像那样啊。不是啦，这个是淡水，这是一个连接，酸桥的一个连接吼，干嘛该之间的这个是吼，你欣赏一下，这是钢笔画，哈、啊，钢笔，来，好啊，有经一阵半的花啦吼，毛、啊、通过无相款的这物散。来去做预备的动作，啊，我无搁炸只物件啦吼，因为炸只无拄好吼。他说来咱会有迄落啊，就叫大家来到咱遐行行的时阵啊，是时间较特别的时阵拄好的时阵，咱提早啊做预约啊，刚才也会使吼。好，来。啊，即有只模型的迄、那个了，开规划过程的中间吼，模型拢有看见啊，明仔做规划吼，拢一定啊，因为即个是无真复杂吼，无真复杂吼，啊，即变数无真复杂吼。还是真简单啦吼，不过那个 TRCA 就是爱真开钱。我说的左边爱的迄是咧做什么用的？哎，是名家。名家啊！我刚刚讲哦，这处有，其实左边右边都有机会可以买啊。哦。只要他们愿意卖，都有机会可以买。哦。啊啦，那是我无去买，他转来转来甲买起来，到尾嘛是同款，佮扩充的土地各方面佮扩充。是挺好的一个时刻。右边那一间是民，对，都是人家翻修好的，好翻修一半的，可以哈，有机会是可以的嘿。哎，这是规办的这个委员会哦，你开的时候，你审查这个过程的时间，名上吼，名上，阮是大概约收400万才会通去谈啦吼，才通去谈是安尼。哎，最后哈，最后，还有这些团体有通要到阮中间哈，到阮中间。
伊是一个社区的教会，伊嘛是一个伫做宣教的教会，确确实实在做宣教的教会，啊、哦，就是每一天都在对儿童做宣教，做生命教育。那寒暑假哈，都、哦、有暑假，我们也拉出去哈，去到台湾的地方教会，啊，伫个中会还是直接在教会，啊，已经在帮助台湾台湾做宣教的动力哈。我觉得差2万块就可以去做宣教。但是中非到光明，我的补助加迄落另外超过要要10万，我感谢上帝，哎，补助就拿来继续做训练，甲补强吼，啊，这就是今年真要紧做一个卡步吼，一个卡步，啊，好，以上。